上九，这三年有礼。少爷，老黄一直劝我习武，你的意思？学三年，不上麻烦。有多少年了？什么意思？磨练我。 你是那么的聪明，那么的有心计，天生就应该去接管北凉。我知你潜藏锋芒并不容易，一个文武双全的士，你觉得能活多久？废命长，你把天下。 砍成一棵大树，一军斩六国，这世间才有新生。他给你织的网啊，你逃不掉的。我徐凤年从来不打算别人的规则下棋，不走徐骚给人。 我就自己移山填海，造条新路出来。